送货，然后所以现在还不敢回想，还要等到失恋以后，那时候再开始回忆，忆苦思甜。这把需要吗？这把真不需要了。谢谢。我帮你收一下。所以这个暂时当做一个秘密。不好意思，等到我们那个90周年纪念的时候，那时候再来。请问你们牙签放在哪边？牙签吗？需要几支刀要给你？我要一支，那别人我不知道。我可以拿麦克拿过来。哦，谢谢。这样好像行不通了。总是有可以公开的，因为这是一个正正当当的啊。这个还是有比较大方的新娘子来说吧。主要要拍戏，怎么可以这样子呢？刚刚我讲的男的跟女的角色都不一样，刚好相反。我现在在跟他们逼他们要讲出说怎么求婚来的啦。这个甜蜜的回忆要暂时存在。你没有看过琼瑶小说吧？没有。怎么样，温柔一点，体贴一点，保密一下。好，来，那这样，妍妍，你看上他哪一点？开始冒汗了。他很不体贴，体贴的不能再体贴了。啊，很，哎呀呀呀呀呀！啊，这应了这个舅舅说的，这个讲的很吊诡的话，说不就是这样，说是就不这样。这个山东人跟孔老夫子在一起久了，就讲话就文绉绉的。有哪些优点？你看上哪些优点？这个暂时保密吧，这是保留。没有没有，我这是问新娘子的，不是问你的。哦，悄悄偷了一条，剩下的留给我们。啊。是，透了这一点。哦，所以这丈母娘看女婿啊，越看越可爱，越看越有趣，这样是吗？哦，多久的时候带她回去让你妈妈看的？2010年的10月。啊啊啊！10月底，是，有没有心惊胆跳的？那要问他。不会，很有把握。有信心。很有把握，很好，呀，很好。带回去的时候有没有整个村庄都轰动起来？没有啊，他们那边都是那个田地平原很大。哦呀呀呀，这里也比较远一点，所以都是小麦田呢。呀呀，所以你们家乡有一些牲畜嘛，有一些牲口嘛，吼。我也去放羊。啊。他有去放羊。啊。然后把我们家的羊放丢了。哦。太不听话。李红的恭维吼，那个腔调还是小时候的腔调。羊自己跑回家。然后他把他牵出去，然后那个羊怎么也不肯走，是终于牵到那个草地上去，然后在那里待了没有几分钟，然后羊就自己跑回家了。啊，除了牲口，除了有羊以外，还有些什么？还养什么？鸡呀，鸭，鸭，鸭，还有狗，狗。好，山东的花生很大了。嗯。大白菜的，下次带一颗来啊。好啊，是莱阳那里，那里的大白菜，山东的大白菜。哎，有一句话是，烟台的苹果，莱阳的梨，不如潍坊的萝卜皮。是，
所以你们家乡在潍坊啊？嗯。你们家乡是潍坊吗？不是，我们家乡是青岛。啊啊，对，刚刚说的青岛。嗯。青岛市。我们不是，我不是青岛市的，我是属于那个郊区的农村的。好好好好好。呀、嗯、呀。很欢迎你，谢谢，成为我们台湾的新娘啊！啊，也要麻烦你多照顾她，一定要啊！啊，好好珍惜她，嗯、啊。所以还没有见过其他的。一和的家人哈、哦，哎，一红的家人呢、啊？有啊，这刚见过了。好，见过大哥了。啊，见过。好好好好好，他是上来出差。思玉也见过了。啊、哦，思玉也见过了。也在上海。是是是，思玉他们主粮啊。啊。等一下要来那个四姑姑的女儿。啊。他不一定来。啊、哦，不一定来。不大可能。是是是。是。啊。阿姑啊，我这个新妇，你们讲几句话未？没讲啥，我唔知。我们讲的是方言啊，这里的方言。方言我们听不懂。听不懂啊？哎。我们讲的话不圆圆，是方方的。舅舅以前没有那么胖，哎，以前很瘦，对，最瘦的时候47公斤，对，很瘦。以前一红小时候也是比较瘦，瘦瘦长长的，黑黑的，啊，对，黑黑的。然后有一回好像腿受伤嘛，哈，对，现在伤痕还在吧？还在哈。然后他们都会形容妈妈叫做挥车高手。挥车高手。他们形容你的婆婆，说是挥车高手。妈妈都开快车了，我不记得有这样形容过妈妈。没有。是谢依珊，那个电台记者在访问他的时候，他这么讲。好像早上在他去学校的时候都是开快车的。哈金嘛，赶紧绕回哦。要来不及了，就开快车。还有录音带，但是妈妈的画像啊，小学五年级的时候，记者电台记者，去给他那个采访啊，他们。然后他就说：“妈妈那时候马上有心情啊，然后妈妈的画像，说我妈妈是快车高手，但是还不比我爸爸快。”我把他们都录进去，然后再给你资料。没呀，你要不要跟谢一红讲几句话？跟演员讲几句话？不会讲。当老师的人不讲话？不会，当老师只会骂人，不会讲。那你骂他几句吗？没有，他有什么好骂的？是。啊。那就夸奖他几句吧。我很会讲话。是啊，哎，阿姑阿金五一啦，阿姑阿金娶新妇啊，你无讲几句话？啊，白老师啊，九月啊，少说一个生龙。
哦，对呀。龙子龙女，对呀，来得及吗？哈，来得及，来得及，好，来得及，来得及。龙子龙女，呀呀呀呀。啊，老李，你嘛讲几句话？啊，百年好合，永浴爱河。他那个其实最重要的，两个要互相，不要不要有的男的说，我娶一个回来就是要来服侍我，然后女的说我是要找一张长期饭票，那到最后都要有问题。这最小的阿姨说的。可以的吧？啊，可以的，好好。来，啊，这是二姨啦。这么叫二姨？二姑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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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二姑了。阿弟，呀，我跟你去这边，我跟你去这边，别去那边。不不，好好好好，因为伊拄啊生病，那边有要伤口。看不出来啊，我看得好啊，我这边都看啊。我等你看好了，阿弟，你无甲伊何王讲几句话？要给他们的。对。声音都不自然。啊啊啊！真的。呀。那不是声音，你要。李红。哎。不记得。不记得吗？哦，我一定是干了。啊？就是中文叫摄影机，摄影机的。我弟弟都是耍的。恭维你。来来，这大表姐讲一下。那我讲什么？就新婚快乐，非常开心到一个。哎，我到底来叫啥？旅游以外，表弟他也是要变成表弟媳呀。表弟媳哦。对对对对。新婚快乐啦。希望看到你回来了，不过你回来也不见得看得到我，到美国来找我玩好了。老多长，新年快乐！新年快乐！好吃不？好吃不好吃？好不好吃？好吃好吃的。好吃哈，好吃好吃。那个听得懂国语，听不懂台语。哦，那个叫的，我已经那个。那我有些听得懂，哦，这样子啊。你敢问啊？你问看伊好食好食。问啥？问讲好食无？伊该讲好食。好食是好食啦。嘿。哈哈哈。好食，好食干，好食是干。哈哈哈。